看一下，我们已经成功进入了这个游戏了。那这边首先扮演进攻方的话，应该是我们的王者队，王者对天神队首先扮演这个保卫者。对，哎呦，哎呦，这边东东是 A 大抢了一下，直接打掉了年鹏，我们队东东打掉你们年鹏了。不怕，我们这边还有四位大手子。哎呦，又来。哎，刚刚也是一个精彩的回放啊！是两个人决定在路中央直接来这么一枪。对。现在哎，五打四。哎呦，刚说完，微微打掉绿豆，绿豆这个贱女生心软啊。是，而且她并没有准备停下自己的脚步，似乎还在中路排点。这边她发现了七外。哎呦，这个伤害拉的有点太大了，还剩下石头和七外。哇、哦，双杀。这七外真的是手下不留情啊！一看世间就是两个人没有研究好。对，面对老东家居然是这样。对，还是老板。太残忍了。这回去，微微要毒打他。毒打吗？对。是怎么打？你猜。你直接告诉我，可能我都还不会往。哦，我看一下，剩下林肯。林肯。那这边是不太方便哈，说一些具体的点位，我们不像上一场那样，对不对？是。我抓住了一个侧身，哎，这个闪光出来直接被带走。果然，七外又用上了他这个刁钻的小手枪。哎，那这边我们还是要恭喜王者队拿下了第一分，恭喜我们的队伍大点声，让我们恭喜王者队拿下了第一分。你这个第一分呢？来看一下，第一时间东东又打掉了 solo。我们这个就是强，怎么办？我们这边天神队三个狙击手 ，BO 三。怎么样，有没有 BO3 的地图？你看现在我们崛起直接打掉了、哎、打掉了石头，崛起还敢嘲讽我们石头是不是？而且我们听到了我们的蛇哥大声的喊出你出来，不是干啥的吗？啊，是我听错了吗？人家喊的是干啥的、啊、不是说谁睡着了呢？哎，今天哎，你有没有给他们两个人准备一床棉被，就是待会儿谁可能 KD 值差一些，谁就披上棉被回家吧。啊，这个梗是可以的，可以的，可以的。看一下微微这边拿，哦，微微定掉了念旧，念旧。现在是一个三打三的残局。对，嗯。看一下，哎呦，潜伏者这边活着的三个狙击手，然后掉了一个绿豆。哇、哦，又是七外。哇，七外似乎是在闪光中甩掉了年鹏啊。七外，给我上！不要着急，我们还剩下绝技和林肯。哇，林肯直接站在楼梯上，这在干嘛？手扶楼梯打 AK 啊。粘在楼梯上了吗？是绝技能一v二吗？看必须的，嘲讽了我蛇定他。哎，这个场面很尴尬。死了，我一看这个，我刚走到一半的时候，看我们队伍又拿一分了，歪啊！啊！哎，王者队加油！没什么用啊！看一下，哇，这边是绿豆率先打掉了年鹏，看一下 A 门要进吗？哎，我都现在我只听到石头就会爆绝技的点。OK。我们这边沟通的跟你说特别好，特别的好吗？对，哎，我觉得我们这边沟通的也是相当的顺畅啊。哎，你看东东，东东和七外这边的狙击每场发挥的特别好，但是我豆现在好像是想披个被睡觉，是不是？这边关键了。我发现对面一有女的时候，绿豆你就打不死人，是为啥呢？别笑。没有啊，能打死能打死。啊，那我等着你啊。来，蛇哥，没关系，来一句，石头你在哪儿？出来啊，别藏起来。石头，这样的话不行，我等他打死你的时候，我再把麦克给石头。你先别着急，我们现在这边是人数领先一个，有没有？也许我们就要拿下第一分了。等着等着，好，就在他正面。石，这边我是不是看见了石头的身影？绝技人呢？绝技？问你人呢？单挑。哎呦，
一对一了，是不是？这个我真的不想这个打扰他。打完了之后，勇敢一点 ，nice。跟谁对枪呢？还他一句。没事没事没事啊！兄弟们加油！好，我们这边已经顺利的拿下了第一分，有没有？哎，才第一分，2-1，现在、啊。第一分快赢了。你难道没有看出来这个感觉就是快赢了吗？我不打扰石头了，换个位置。好，对，我等到这个1v1打掉绝技的时候，我闪现他的面前，把麦克给他。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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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看东东这边表现，对不对？每一局开场都能先击杀到一个人。就往这里躺呢，绝技，下次藏起来，绝技，藏起来好一点哦。这个压力太大了啊！那现在杰西现在又露出他这个迷之微笑在那边。迷之微笑。啊，我们现在队又拿一分了，怎么办，小歪？3-1。没有关系，没有关系。现在你要知道，我去找一位我们队伍里面最美丽的选手，看看他目前的心态究竟是怎么样的，你就知道我们现在是在放水还是在干嘛。哎呦，这边是年鹏拿到他的这个小手枪。哎，微微，我想问一下，就是你现在觉得我们2-3落后哈，稍微落后一分，你觉得现在是什么样的心态？没有啊，你这个时候采访他，他现在是打就这样慢慢打还是说话的？就这样慢慢打，有没有？人家说是就这样慢慢打。你看现在这个最重要的一个，哎呦。我感觉绝技现在第一时间被打死之后，就完全脚迷之微笑一下。那这一场没什么太大意思了，绝技被别人杀了都，石头找不到他了，只能找个尸体。精彩要留到最后嘛，对不对？你不能够，他们两个人总是这种恩怨情仇，总是会显得过于激情了一些。你都死了，你还嘲讽？漂亮，是不是？哎，我们突然发现我们。彭队上来就是一个三杀，没关系没关系，3-3嘛，追平了，怎么讲？让你们啊，啊，让你们啊，真的是让吗？对啊，你们4+1对不对？对、啊，之前不有3+2之类的吗？你们现在4+1，我们5个男选手让你们。我觉得这应该是实力的体现，有没有？现在这个我们队伍这个绿豆现在正处于睡觉过程当中，先让他睡一会儿。一会儿给他准备一床棉被，给他盖好。棉被这个是见对面有女生，他就比较紧张。没有办法呀，对不对？怜香惜玉嘛。哎，看一下这个诡异的站，哎呦，走了。Flash bomb。哎呀，有动作不能说。不能说没关系，看他们做动作。但是，一个彭队，哇、哦，哎，关键了，关键了！不要紧，不要紧，已经打残了，换个子弹。孙三炮、哎、干嘛呢？孙三炮，换个子弹，对 ，nice 啊，顺利反超。孙三炮这个被谁、这个反超啊，可以讲简直就是意料之中。对，对吧？你也觉得是吧？没打到也是意料之中。啊，是吗？嗯。这边吓唬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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开枪的时候吓唬。哎，你看东东，东东真的每一局都能抢一下点，然后打掉一个人，哦，刷屏了，别来送了，绝技，听不听到？哇哦，这一枪！那这样最后还剩下我们的 solo， 看看有没有可能因为我直接被找到。4-4。你看绝技这个小笑容。那这样，这个东东在看什么？4-4了，看一下、最后一分。哇，东东再次率先击杀。哎呦，这个石头看看又打掉了你们队的绝技了。没有关系，没有关系，我们还剩下微微和 solo， 机会还是存在的。你看我们。这一波选手就是有研究的，是这一波到位了。你发现了 solo， 发现了 solo 是拿着大炮了。嗯，
这边看看我们队的回防吧。我觉得可能有眼前一亮的感觉。来了来了来了，第一时间有人等着啊，我们有端后的念旧。哦，可惜这边上半场对吧，我们这个队伍王者队是稍稍的领先了一分，不过没有关系嘛，对不对？这边你看，我这边有两位汉宫的选手，怎么样，落后无所谓啊，落后就是赢嘛，对不对？就是有汉宫的选手落后一定会赢，对吗？对对对对对。看我们石头在刚刚经历过嘲讽的那个过程，这边我想想看啊，好像这一把蛇哥嘲讽了一次，对面嘲讽了三次，怎么样？没有关系，下半场这个绿豆早回来，别睡了，醒醒吧，还睡，一有女生他就睡，这种人知道吗？所以受女生欢迎嘛，哦，对吧？原来在这儿等着呢。对，所以说女粉丝比较多，是不是？这就是某些人一直找不到女朋友的原因。是啊，嗯，太忧伤了。那看一下，应该是哎，这边是不是来到了双方的下半场？哎，林凯这边应该是秒掉了七外。是。这些站位不能说啊，我们两个不能玩赖，对不对？像不能爆点，像某些人一样，是吧？这个时候，哎，我就觉得谁谁在中门，这种爆点，间接的爆点，多不公平。是。你像我现在，我肯定不会说，是吧？这边哪个位置有人啊？嗯，我只会说你旁边有个人。哎呦！哎呦！这是抢了一个石头的手，是真不软啊。好，这边是一个四打二，看看是雷包是已经安下石头，你打死绝技你就赢了，真的。加点到位，还剩下念旧要完成一个一 v 四，这个任务是有点困难的。对，而且这个包还放了。是。好，被发现位置，四个人过来强抓。绝技，拿！哎呀，你这个望远镜你都敢拿出来啊？这个应该是显微镜吧？你看看我。我是帮着我们队伍嘲讽啊，你在干什么？我是吧，观察入微嘛，对不对？这个可是输了要有惩罚的啊。无所谓无所谓，作为我的搭档，我吃一根葱你也等于吃了一根，哎，对吧？你坐在我旁边嘛，没毛病啊，没毛病我只能这样说，啊，我吃完以后还有杀菌的作用，但是你坐在我旁边，你要杀我，我是菌是吗？不不不不，你没有，你坐在我旁边你就能够闻到一阵阵芳香，这个时候你觉得谁应该赢？你应该觉得谁应该赢？来啦，这我刚刚听到谁在这个你们队这边低沉的笑了一声。哎，年鹏这边抽掉了绿豆，这绿豆一会儿我得给他开个会了。啊，哎，无情的放水，年鹏还有机会。但是年鹏的血量看一下还不错，现在我们这边应该是二比三吧。哎呦，年舅这边又打掉了 solo。嗯，石头还在不？哦，石头不在了。你看看，石头死了，虽然已经死了。哎，这个，哎，这个，啊，这下面喷的，这怎么？啊，谁？这下面四个人。太坏了，你看看，我们这个选手智商够用，不仅枪法够用，智商也是够用的。哎呀，这个陷阱实在是太深刻了，没有办法。嗯，哎，绝技一米五，神似吴彦祖，这谁？这个嘲讽真的可以吗？谁喷的？啊，嗯，谁这么无情？哎呦，看一下中路的这个道具投掷。不说，不能说，不能说。哎，我等你。嗯，我在这儿。其实我觉得呢，我们还是要向我们的所有比较年纪小一点的 safer 们传达一个观念。来了来了来了，中路刚才林肯上去了。哦，这边被打掉了。看看看，桥头这两个人谁？七外和东东。你这说不准对吧？你下一场的时候啊，就在哪儿？
不一定，又带了自己四个灵魂上的一个队友过来了，灵魂级的队友。哦，5-7，但是王者队是再拿了一分。对，像你们队伍的这种行为啊，怎么样？我还是要给这些年纪小一点的观众说一下，要爱护环境，不要老是在墙上面写写画画。哎，你好像唐僧。来看一下，现在来了，队伍队，准备来了，来了。哦，这一波，一环一上去继续找。这边想要这把喷漆，对，这边想要喷毒，但是哦 ，nice， 正门这边进来了，对，一个一打一，现在剩下我们的微微，东东和微微，对，刚刚重复，哎，你的老板啊，东东这是，这一把你要杀的话，真的，微微别怕他，打他，秀神法呢？哎，加工资，就这个动作必须加工资了，有没有？6-7，你看后边这个年鹏还在指挥着，但是现在完全听不到我们队伍有人在指挥。是啊，因为你靠我们这边太近了，我一哇，这一炮两个，好位置。那我们队伍有个人数上的优势，你看东东又唤起了这个机枪，打掉了绝技。这绝技怎么了？我们队伍才叫队友，无论谁打死了绝技，石头都嘲讽你。哎，一个，哎呦，那没办法了，仅仅只打了一个了，没办法了。又剩下微微了，你们得怜香惜玉啊。这边还剩下，我看看，念旧、石头、念旧和东东，东东他这个狙，这你们想干什么？不要冲动。还有这个，不要上刀。微微拿手来了来了，生气了、生气了生气了，这三个男人真的是太不讲道理了，对一个女生怎么能这样，就是还真的上刀，而且人家没有装手枪啊，这个真的作为对不 对, 对吧，作为这个领队的我，对、是不是有点看不下去 了, 说说了，要不要说两句，还行还行，感谢非常大胆在中路出来了，这边哦，打的都比较奔放的，是啊，因为是可能心情是比较放松嘛。那 A 大这边东东也过来拿掉了压前的那个绝技，哦，念旧的一个双杀直接来到了9-6。哎呀，我们这边天神队，这个天神还没下凡呢。你看，很紧张。哦，这边。我好像是知道点什么，这边注意点啊！无所谓，注意点，我看着呢。哎，无所谓，我们作为解说，我们就应该看着，要看着。你这样我就跑过去那边了。啊，你不要看，不要看。那这样不要看，不要看啊！然后看一下我们队伍。对。没有什么用啊，能看到又怎样，对不对？哎，咱们就谁能看到？又掉了一个，对不对？除了我们自己能看到，谁能看到？没办法，对吧？没有用，没什么用。啊。Siren 的轰！微微呀，头往左边转一下。什么就都看到了，微微，这时候你往左边转一下，我一定不怪你。看一下，这个时候拿手枪进来找。一个，那这边小道，后路三个人要抓了。我这把 AK 不要着急。咱打点射，不要急，过来了，过来了。哎，不要慌，不要慌。又来，哎、看绿豆。你不是睡觉就睡觉吧，还要逗人家。你不是说绿豆看到别人下手会很轻吗？看到美女，他的整个状态可能发挥的不会很好，是但是在他已经不杀人了，对吧？他要用另一种方式来吸引一下观众们对他的注意。那他刚刚杀的是谁？微微啊。那你又说他不杀人了？刚刚他一直没有杀人啊。是吗？对啊。发挥的不是太好吗？最后一定要赚到一个人头。我突然感觉我离这个冲啊又近了一步。其实你之前。